我们上次是漏掉了一个东西，非常重要。我那个觉得隐隐觉得不太对劲，所以去查了一下攻略，哎，果然漏了一个东西。咱们现在就去拿这个东西，希望还能回得去。是这边走啊？哎，不太对劲。这儿走。晚上好。东西也挺多的，有点拿不下，有点拿不太下。不是吧？啊，别吓我！对，应该是巨人这儿可以走回去的。狗狗还在呢。希望这一趟没有白来。是走这儿吗？啊，是走这儿。去一趟渔场，希望别杀人，咱们静静的去，静静的来就行多跳了一层。这儿，渔场摸了那么长时间，居然漏东西了。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反正现在能够来的时候，赶紧把东西全拿了，等以后来不了了。这儿我这还有根炸药线没打掉，要小心点。洗澡去了。哎，好像不是这个地方，是这个房间。我去，这个房间太猥琐了。甚至有伪装色。啊，拿到这把小钥匙，又有蛇了吗？好，囊死。蝰蛇，要卖了它。闪光雷，没有大零件，现在27个人。有时候不用太省，对，尽量省，实在没法省就算了。省下一大堆东西，这样，哎，这个跑步的时候，哎，有蛇，这个跑步的时候，它的这个摇杆，它的这个手柄的震动做得非常好，
完蛋。等会儿就是商人，没关系。是往这儿走，哎。系统就会自动给掉，除了马格兰子弹。手枪子弹，但是如果你不让他掉这些子弹，他不就掉钱了吗？你不希望他掉钱呀？掉钱不香吗？ Oh, not welcome. 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 这个卖掉。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The price, well, that's art, a deal well struck. 我蛇再卖一条吧，蛇留一条就够了。Not bad. 红黄绿卖多少？哇哦，20000，非常诱人。背包里的东西可以直接放东西去箱子啊？是的。重制本原版剧情有没有区别？这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通关嘞。物资大的掉落率，这个东西看上去挺好的。我这物资大也挺缺的，物资大可以和闪光弹、红宝石、惩罚者。30000。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 10000，7万，7万，7.24，22000。格斗匕首，修一修啊！要打艾什莉那个地方了，还是说下次再来吧？下次再来吧。Anything else I can...闪光弹还有4个还是5个呢？他是不是有个回购来着？回购啊，这把东西是可以买回来的。嗯，12000。稍微亏了点，因为我卖掉是6000嘛。哦，这个子弹可以卖掉，是吧？这子弹可以卖掉。Welcome. 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 TMP, TMP. I'll buy almost anything. 直接卖掉1500。Well, well, I can certainly do. 最缺还是火药粉啊，是吗？大物资肉让和步枪子弹了。Where would it come back? 对，你要么用步枪爆头打虫子，要么闪光弹闪虫子。反正就这两种选择，我这闪光弹有点多。Anytime。到研究所那儿，冲锋枪子弹才能用上。研究所是哪个？研究所是。还不是城堡呢，还是这个，还是军事基地那儿。啊，现在算是多腾出一点地方了，虽然没有腾很多，但也差不多了。狗狗。
城堡后面，嗯，城堡后面还有研究所，新加的吗？不太记得，以前好像没有这种东西。TMP 不买嘛，对吧？因为这个子弹消耗太厉害了，看看身上带了100多发，嘟一打没了。好，浪费了10分钟时间干这个事情，但是咱不算太亏。哎呦操，还是亏了。刚才我拿一条钥匙干啥来着？忘了，不是开门吗？跑过头了。哎，他走在这个木板上和在石头上的这个步伐，在手柄上的反馈的震动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这还挺爽啊。这种石比较结实的地面，它震的会轻微一点，然后那种震动比较大的，就比如说像木板什么的，它这个震的会厉害一点。好像是这样，有细微的差别。这个商人这儿是下楼吧？好像开船那个地方。No，这个木头的地板特别明显。来了，这边好像有一个人偶啊，城主的是不是有个人偶？我打掉了，打掉了。PS5 的手柄，对，还是可以，确实还是牛逼。仅供出售，有痕迹的，8000块，有点不太爽，是游三删除了。好多人反复玩，对，因为确实可以玩很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可以玩很久。这好像不能合成，就卖掉了。豪华手镯，这个4000的话，镶2颗红宝石把它卖掉算了。手快断了，扳机震动关掉了呀！真吗？真的有比原版强很多吗？不能这样说，原版也很强，但是它继承了原版的这种牛逼的地方，所以说还是厉害的。重置这个东西，只有卡普空才能重置的这么好。我知道 U3 是那个啊，你是小夏的夏天在问。就是那个变异的一个 boss，它剧情上其实并没有太多承接的东西，就是单纯的设计了一个 boss，好像是克劳萨还是谁放出来的。这个 我这个小箱子是不是已经很富裕了？就是你打那个游三的时候，打着打着后面掉下去一节铁笼子，然后你在更逼仄的地方跟他打。场景更小，然后打着打着又限时，然后又一节笼子又掉下去了，然后只剩下最后一个笼子，你再跟他打，啊，随时会有可能跳下来阴一下，已经是两个游戏了，那还不能这样说，因为你可以说升三升二和原版升三升二是两个游戏，但是生化四它原来就是这样的操作，所以我觉得也差不太多。这个宝藏是什么东西？到底？它没有一层是高亮的，哼。好，这边应该都摸齐了，没有落下。藏宝图买完，应该都摸齐了。这个是后面还没去的地方。村庄，这儿有一个神龛，这边是高墙洞。村长宅邸还有一个东西，好，我们存一下。这个小教堂这个地方来过以后就不能再来了。艾什被困的屋子是吗？
买了啥来着？刚才没看见。忍者神龟和零假面，假面挺好的，但是假面不如月食那个儒鸦的舞女好。假面的重置不是那么用心。忍者神龟是哪？是那个怀旧小游戏是吗？今晚可以救出艾什莉了，应该是吧。卡普空牛逼啊，我用 XGP 玩的，是的，我通了一遍就再没玩了，贼卡，确实贼卡。这个后来几关是单机玩的，单机也不是那么难。这个联机虽然体验不太好，但是很简单，难度变低了。单机嘛，就是一个人没什么意思。这边是出来的门，应该是斯奈德的复仇啊，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好，开始转转乐了。这个要拼成什么样啊，它都没有一个提示啊。卧槽，应该这样啊，绿的好像对了，我眼瞎了，妈的。是这样吗？哎，啊，好了，我操！对，我看到那个，就是找这个黄颜色的这根东西，这两根东西对出去的那个转折，要跟随便哪块玻璃，只要对得上就对了。这个比原版的要，就直接解谜来说，应该是要简单一点，但是你要搞懂它是怎么回事。怒之铁拳我没有打，那个是小时候没玩过的游戏，好像没有童年。这个和原版不太一样，原版那个是左边好像一个转两下，一个转一下好像就好了，是固定套路。然后原版那个是要先合成一下，然后合一下以后你才知道怎么转，然后才再转转转，然后觉得对了再合一下，还一看不对，再接着转，这样。这宝藏别上去，刚才你图上不是显示有宝藏吗？是啊，是有宝藏吗？是我背后那个地方吗？这儿有宝藏，是我从这儿上来。我之前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这不是哎 ，Ash 的房间里吧？前面应该，这是一楼的吗？不是吧？是这个地方，一楼那个是氪金啊，那是啊，我在一楼找半天没找到，我以为是在二楼把它打下来，是吗？哦，这是要，对啊，这不是应该再往上一层吗？在三楼的吗？对啊，灰色就说明不在同一个楼层。他也不在一楼，也不在二楼，也不在三楼，我觉得他在四楼。难道不是在四楼吗？把 Ash 救出来，然后从刚才地方拖上去，在四楼。对啊，我觉得是在楼上。一楼我已经找过了，这个地方好像没有。Ash 这个宝藏，摸了它。Ashley，
Ashley Graham, are you in here? Just let me go. Listen. Easy with that. My name's Leon. I'm hearing the president's orders and... That one will. Hey, it's dangerous outside. You need to listen to me. What is that? Over there? 来了来了来了。分头这个下巴。他怎么知道的？居然鼻不是屁股下面，是屁股下面呀，挺屁股的。你觉得屁股够大？别看了，别看了，跑了跑了。妞呢妞呢，妞妞妞妞妞。本章完啊，怎么这样？欧美人很喜欢这个屁股的，欧美人很喜欢这个下巴的，说错了。张杰沉起来看一下，第一千金，哇哦！张杰用时死了三次，死了三次都在那个狗那儿，就是那个黑灯瞎火，什么全是狗的地方，玩了玩了两小时。嗯，嗯，哎，还是第三章玩的时间更长一点吗？原来如此，第三章居然摸了三个小时，第二章只有两个半小时。嘿嘿，承让承让，一个小时一个，前两个小时前两个章比较正常，后面开始不太对劲了。第三章我知道，因为打那个靶，打靶那个游戏打了长时间。继续，不保存。第九章老扛完了是吗 ？What do we do? Your father trusts me.I need you to trust me too, and do exactly as I say. I'm gonna get you home safe. Okay. Okay, Leon. 他怎么那么快就相信他了 ？Davrisa， 这个时候往下扔雷，不是赚到了？我有五颗雷，李阳你扔一颗，我不心疼。一锅端了给他。怎么还要潜行的呀？别醒 Ashley， 哪个更有味道？哪个更有味道呀？你说是？这代 Ashley 原版哪个更有味道？哦，那肯定是这一代了。原版那个像个猪头一样，尤其是他的耳朵是招风耳，这点我不是很喜欢。哎，宝藏呢？不是，我不是想看这个，我就是想打掉这个东西。那我要是开枪的话，他不是被惊动了？你有个女同事就很像他，是吗？那你很有眼福哎。掉了个啥？等，刚刚掉了个啥？没注意看。火药粉、硬币。啊，不管咋样，也许是啥有用的东西，不重要，反正捡了已经。红宝石这样的，红宝石哦，红宝石那么稀有，红宝石在。这儿有一颗，有楼下抽屉里开锁了有一颗，然后这边拿到一颗，然后巨人死了掉一颗，这巨人死了是掉了这个，忘了，还挺稀有的。黄钻石之前还装商人那儿可以买呢，买不是傻的吗？给他扔一颗他们。
这什么东西？耶，Ashley的手机。没事，总统女儿应该可以买很多手机，一买12个。红方宝是最稀有，红方宝石也可以用尖晶石换。红宝石后面哪有钻石？黄钻石，哦，这里啊到红宝石，这个倒是钻石，它是不一样的哦，怪不得卖的价格也贵一点，3000、4000、7000、5000、6000，宗武绿、亚历山大，一共有3个10000块，1个10000块啊，这你说的是那个红的这个方块是吗？摩托罗拉，珍稀的独角仙君，还是尖晶石稀有，尖晶石硬通货。你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要5个的吗？5个的话就是全用那个啥，全用不一样的颜色，这样卖最贵。这个3个的话还是铜色的最贵。你比如说3个蓝的卖这个，3个红的卖这个，3个蓝的卖这个，这样分配会比较好，是吧？至于这个4个的话就有点难度了，四个要不卖红的有点亏啊，红的比较便宜，4个可能还是4种颜色的更好一点，对吧？因为你要2颗红的方块那太贵了，那真的买不起。这个四色的应该就是4种不同颜色就好了。对，我看到过那个价格范围表。他们没听见，说话声音太响了，大哥你直接跳楼啊。哎，有老鼠，不过这个任务好像做完了，是吧？他没有第二次鼠患了。惠灵顿眼镜，这是什么东西？金色代币，我操，牛逼了呀！等一下，惠灵顿眼镜是什么东西？损坏了手机。眼睛大概是要在装备里面调的吧，我现在拿到了也看不见的。PC 已经有好看的 mod 了。Oh my god， 这真拿不下了，怎么掉2个？真大方呀这！你这样搞我很难过。弩箭雷，弩箭雷是不是打出去以后，既消耗一发弩箭，也消耗一发弩箭雷？应该是吧。刚好这里给了5发，我觉得它是一种暗示，你们说呢？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就要用这个弩箭雷开路了。这个地方没东西了，没东西了，你别我出来，你要给我刷点什么东西。再仔细看一眼，没有。Make sure。溪谷废弃工厂，村长家还有一个宝藏。
要回到村庄，然后去村长家拿这个宝藏。这个好像是个那个啥路哎，是个绕远路哎，就是你要特地去一趟的意思。你正常应该就带着艾什莉，我觉得原本就往农场那边走的，因为你有可以翻过去了。It's okay, I've got you. He's trying to call me. Trust me. Boss 定班，艾什莉要被攻略了，艾什莉要被攻略了，大事不妙。Bruce, I've secured Baby Eagle. Copy that. Is she okay? Affirmative. Well done, Condor One. I'll dispatch a chopper ASAP. I'm sending you the coordinates for the extraction point. Make your way there. 尽快赶到可还行？都还没出村呢。前往撤离点啊，是这个地方，但是要去一趟村长家里。Like I said, it's dangerous. Stay close. 哎，这个地方怎么回事？网上的宝石合成倍率表，不用网上。直接可以看的，就这个非常贴心，四异色和四同色，一个六一点六，一个一点七，我觉得四异色更好一点，四同色这个太难了，你要找两块红的这个方块石头，因为只有红的是可以同色的，又有方块又有圆，要四个两块红的方块不可能，四异色就可以了。想象一下，你也掉到一个青葱猛男的怀里，我不想，我想掉到美少女怀里。继续切换队形，紧密疏散，紧凑队形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穿过敌群，疏散的话会保持有助于躲开敌人攻击。哇哦！这人好好有钱，我想引起聆听者。盔甲艾什莉抱抱。艾什莉受伤了。操你妈！我操，他还有空跟我说“Leon, watch out”。你们带他去哪儿？哎，我欲火焚身了呀！他急了，他骂人了，怎么这样？
一枪一个 Ashley， 你为什么要打 Ashley？ 我他妈惊了。这个第三个人他好像是必定会发现你的。哎，掉的是红宝石，刚才是五千。嘿嘿，无敌时间还是有一点点的，来看看这个补多少，没补满，没关系。你妈的！Holy shit！ 你妈的，那个到底炸还是不炸呀？我操！完了，完了！背着艾什利人可以背后刺杀，这个不炸是因为我换错药了，刚才换错弹药。哎。又没了我。哎，我的红宝石没了，想起来刚才老太太掉了红宝石来着。
我操，硬接。Oh my god！玩的好惊险。哦，操，好痛。又红了，哎呀，关键的时候他妈紧急转身，我他妈无语。是闹猫没开辅助瞄准，开辅助瞄准很不爽的吧，会瞄到你不想瞄的地方。应该有更好的解法。Oh shit！ 我打到了背后的。怎么办？艾什莉别炸死了。也艾斯炸死了，怎么这样？不行，我要加载游戏了。是这个吗？这个紧急转身。哎，就掉过一次这个红宝石，好像。大爷怎么回事呢？怎么还有？哦，痛，痛！妈的！Split， 连接，这个寄生虫怎么办？操！啊，他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我好怀念原来那辆小车车。
怎么有个蛋？哪来的蛋？还有人扔燃烧瓶。我人在哪儿？我人快没了，怎么有个白蛋？白蛋补一下吧。我的弩箭怎么只剩三？好像是打雷打掉了，所以只剩三把。没有问题，还是这一把消耗的还是比较少的。是不是手酸了？手酸了。嗯，还掉了个雷，这。真难度，真难度是啥难度？哪个？除了这个地方，还有哪个筒子？小刀。点。You okay? Yeah, I'm fine. 哎呀，浪费了一发子弹。嗯，还行吧，这把打的。动态难度下去了嘛，原来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很高。前面有商人，你要是带着 Ashley 一路跑，然后跑到这个地方来打，其实也可以吧。筒子怎么刷新了呀？墓碑，两个墓碑我打掉了嘛，就是一个支线任务嘛，委托任务，两个双胞胎什么什么的。啥玩意儿？嗯，没有东西。调教。他不是说有新东西吗？豪华面具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吧？村长那个屋子。可以带 Ashley， 我知道。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our choice to make. 这个子弹给他升级了。11000，晚上好。把手枪升级了吧。手枪是用的最多的武器。嗯，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 0.7，这个是加。我操，这好像没什么意义。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TMP. Come back anytime. 哎，这是什么？乱窜的变异野狗。哦，精英敌人，村长宅邸有一个牛逼的狗。Hey, can we take a break? Sorry, we need to keep moving. Got it. 哎，草，这我为什么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见？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这把刀是什么时候来的？哪来的刀刀？东西快捡不下了，我急需把那盒手枪子弹用掉。Hello。Hunnigan was right about the weather. Hmm, 从这儿下去吧，好像是。邱老师，晚上好，你怎么知道？是用这把刀。他还给个支线任务，让你去村去一趟村长宅邸，让你别忘了。引导，这就是。发胶存起来，一般用不上。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后面还有人，好像。先把上面那个落单的干。我操！少一会儿。暗杀是不是不会被爆冲？不会爆冲的。被用弩也可以。啊，那就提前把弩拿出来呗。这也可以出去了。这老头他一直站在这儿，把他干了。一般从后面开始杀吧。狙击精英四，等一会儿再上去吧。小心这大爷。操，他怎么不转身？不准说，不准喊，喊什么喊？希望有聆听者的那个模式。乔尔，到底有几个人呢？啊，就这个人是吧？
先把这老太太干了，等她回来要不。阿布丽萨了，艾雪叹气，哎呦，我怎么跟了这么一个没用的特工。屁股先挪出去，应该来得及吧。板砖要留给寻生者，不能随便拍。里边还有人，那边好像还有一个人。等人杀光光，然后再来敲桶子干嘛的？这还要补给吗？刷新吗？刷吗？刷点呗。好像没有。这还有一个人。Los de boleto。跟小李混，跟你说，暗杀还是还是很重要，又没有多少补给，一把刀杀光一个村，很正常的。啊，这个放上去。里边还有人吗？听声音还有，他们在念经。后面这两人不太好办，他们互相之间这个视野有交叠，不能从后面绕了。这个人，他左边还有一个人。别爆冲了。这最后这个人就只能这样打了，也许不会被发现。哎成功的完成了全暗杀，几乎almost 的全暗杀，应该没人了，没有听到念经的声音。哎呀，暗杀真爽啊！我的刀已经只剩下那把刀了。
这里还有人是吗？还有人吗？还有人。那边都打成这样了，他还不知道。Nice， 这下就没了吧？以防保险起见，还是带上这个弩枪。哦，你想，你要是从这边过来的话啊，也可以啊。你从这边过来也是能够暗杀这个人，然后从这个屋子开始杀，也是可以的。我刚才是从地下走过去的，两条路线都可以。降低动态难度。他们说现在动态难度不光是这个 retry 死亡受伤什么的，然后资源它也是有另外一个算分的，所以说你光那个放空枪不断死什么的，它动态难度也这个降低有限，还是要这个不能减太多资源，资源分数一上去了，你的难度还是很低。哦，还难度还是很高。Come on， 来吧，宝藏，摸了。这应该是从这边开门。这应该没人，应该没人，自信一点。哪个仓库？耶，只开一半啊，就是500块钱。哇哦，是什么精致的手镯？这个也是可以合成的吗？精致的手镯5000块钱，5000块钱。这个是什么华贵的手镯？差不多一个4000，一个5000。哎呦操，不对，不一样，这个华贵手镯镶的是方块，精致的是圆圈，不一样不一样。还有个扩展版宝藏头上吗？啊，扩展版宝藏好多都是这个代币。圆的可以装高贵的黄宝石，大可不必吧，就一共才5000块钱的东西，你找一个基础那个啥，基础倍率高一点的东西来装吧，不要不要搞这种。好，我们往村长那边走啊，是这边吧，啊，村长宅邸，啊，没东西。去打那只据说很难打的狗，精英敌人。打完狗存个档，其实打狗之前应该存个档。他不行了，艾雪不行了，这船呢？哪有那么快？现在还离 home 108000里。我觉得我的血不是很安全 ，not very safe。荒原狼，我掏出喷子了。凶猛的疯狗在房子里，这也太刺激了吧！我操，这有点恐怖游戏的感觉了。村长的房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开没开灯吗？先上楼把宝藏拿了吧。还有个打字机，他这个狗不会是躲在楼上。Over here。
尼尔纪机械纪元，是因为这个游戏本身好。呜巴巴哒哒哒，那个狗来帮我一下呗。那个打巨人的时候，那个狼还是狗啊？喵头鹰，哇哦，珍贵的黄色草药，来来来。我在村里杀的，为什么？油、竣工、镰刀，交易得两条鱼，繁殖速度惊人，把村子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了。黑袍的陌生人，注射的东西，啊，完了，他们那个啥了，已经，他们已经那啥了，不干净了。这是村长吗？父亲的照片。哦，这是村长他爹。这有个留声机。这啥？干农活的这个村庄，钢铁厂。比塔币1000，村长，村庄祭祀，小男孩不见了。这里确实是，加了一点那个啥吧，老式相机。我操，不会吧？林月石的假面来了，不会是麻生邦彦的相机吧？老相机是不是也是卖掉了？纳瓦罗一家，我们又漏掉啥吧？这个地方相当于是给村长的剧情给补的丰满一点。原来那个村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打死了，还有个眼睛，拿来当了道具，开门。叫什么？视网膜识别高端技术，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但是现在相当于新版给他多点铺垫，讲讲这个人的故事。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小人，哎，找到了，都没找。第五章，现在是第五章吗？第五章，一共五个，合理。这个地方没东西了，啊，行吧，这溪谷也没东西了，宝藏宝藏，还有哪儿有宝藏？没有了宝藏，直接该走了。这儿还有一个神龛，就没有了。就这个湖畔聚落还挺难打的，进去捡点宝藏和小钥匙，出来被狗围攻。有点凶，好，走。在那个黑黑的小屋，什么意思？来来来，存一下，万一呢？我觉得这把打得还不错，全都暗杀了，也没死，几乎没有受伤。狗是不是在外面？狗不会在屋里。湖畔的虫子捡没捡？湖畔的虫子，湖畔的虫子，湖畔有虫子吗？啥虫？村长把燃烧手雷取消，本来被速杀了五个，好像五个燃烧手雷死了。地上没有的，那是啥虫子？有个独角仙加血上限啊？是吗？
湖畔聚落呀，有这种东西？那我还回得去。那我回不去了，是不是回不去？好像回得去。从教堂边门这边看上去还是通的，但是坐船能坐吗？不能坐船了吧？可以卖10000是吗？在一个树上。啊 ，Holy shit！ 那我从这儿走能不能过去？这看上去是通的，应该是通的吧？之后还有2个呢，那不行，那不亏了。耶，村庄广场，他怎么狗到那儿去了？哦，我看到你了。拿不到了，为什么？这边过不去了，这样的。那我走宴会厅那儿过去了。在村里杀的，这样的。强制进行，这样的。只能走船。他这个雷达有点屌哎，他怎么知道这个狗在哪儿呢？我操，什么东西？我操，还连招！真硬啊！我操，你这么叫的比我还响，像话吗这？我操，这耗费了我好多资源，垃圾狗。哦，我发现了这个雷啊，它打出去一发以后它就没了。哼，它打出去以后它就要再上一次，再按一下 L3 才能把这个雷给装进去，亚历山大石。行吧。你们说怎么样？这个消耗应该还可以吧？可以接受，可以接受。2发手枪子弹，刀要修一下。给8个，给8个啥？给8个渐进石啊？对呀。亚历山大石，这还有一个那个啥呢？还有一个紫的亚历山大石头。So that's a request done and dusted, eh? Well done. You've proven yourself reliable. 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哦，这个东西可以卖掉，勤工出售10000块钱。哎，你看我捡到这个了，认识这个吗？啊？麻生邦彦的相机。这个对棕笔不太管用。啊？这个对棕笔不太管用。对对，棕笔没用，棕笔要物理那灭绝。修甲刀好像3000多。
Knife needs care, everyone. That's good work, if I do say so myself.深容弹量还是深威力？深威力吧。Mo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 It's a pleasant travel. 深不深？又回到这个地方了，熟悉的地方，坐船船去。高级改造券。可以走，可以走得通。好。行吧，我们去看看这个叫什么的地方。Shit， 不是吧，过不去了，一旦救出艾什利，湖的地方就回不去了，完蛋。22:22，没坐艾什利坐船，是的。这是，我操，狗还没杀吗？哎呀，完了，这有点尴尬，狗还没杀，少一个虫子。好，这次打得好，越发熟练。两发狙的子弹，狙击威力还是大。一颗雷，两发狙。没有用那个弩，子弹是真少。喷子伤害最高。哎，不对，走错了。那我这任务还不交？不交，不交了。一会儿再交一样的，一会儿再交是一样的。喷子也要打拳在身上，不打拳也没有用。这不用去了，艾什利呢？
怎么会这样？又暗杀了，不是吧？但是我的刀那就会没了。没被听见，我操，有个牛头， Holy shit， 这怎么过去？从这边过去，牛头一定要暗杀，其他人无所谓，我不看他他就不知道我。上楼躲会儿，完了。牛头他也不叫。好 shit， 那就不用暗杀了是吧？李阳非常不屑，耶，猪猪怎么了？猪猪，还有人好像。大哥，我好像没有刀刀了，是吧？哎，我有刀刀，对，不有刀刀，捡了一把来着。Nice， 又捡了一把刀，这刀源源不断的刀刀，行吧，挺好。这还有商人。这里头给我补货了吗？哦，真的，哇哦 ，Thank you， 给我补货了，太良心了，这个村民，吃个哥哥的蛋吧，哥哥的蛋是什么东西？看看这些来过的没来过的地方是不是有刷新东西，没有刷。
鸡。我操！牛，别撞我！别撞我！别撞我！大哥，哥，别！不用补啊，我现在血挺多的。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这个房间吧，最后一个钥匙，然后时间等。没有了，好像。为什么这有个紫颜色的灯？商人开分店了。好像有，哎，有吗？哎，真的，你什么时候开了分店？ Good stuff, stranger.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on sale, stranger. 哇，五千，我早知道留一点了。我记得留一点的话是三千。Not 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 Could be the diff. That's good work. 真贵。If I do say so myself. 瞬间没钱了。烟斗，进攻出手。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A deal well struck. 29个人。Might want to take care of any left.OK。那哪些东西是可以放进去呢？子弹放不进去，哇，放进去。刀放得进去，这可以放，这可以放，哇，放进去，存了。发胶没啥用，存一下。